哇，小伙伴们，看我在这个奥特曼沙滩发现了两个奥特曼宝藏哎！哎，这不是赛罗吗？这两个哪个里面会有宝藏呢？我们选一个，一，哎，二，哈哈哈，一二一，哎，选它了，啊，哎，哇，果然是有哎，哎，这什么？哇，哎，还是一个赛罗的卡片呢，哇，怪不得是赛罗呢。哈哈，哎，先放这里。这个是赛文的，赛罗的爸爸，哈哈。哎，哇，小伙伴们，竟然是个 UR 卡片呢！哇 ，UR 卡片竟然都被放在这里了，真是有钱呢，哈哈。哎，这个呢？这个是个美女。哦，这个奥特曼是谁呢？啊，放这里。哇，看一下，这边竟然有一包。哎，这个是两元包的豪华版奥特卡片，没有拆的。等一下，我们拆一下，我们先挖宝藏。哦，哎，这边好像没有了，难道这里边会有吗？哎，先找一个东西把它装起来。哎，那边有个桶哎。哦，这个桶，哎，这个桶里面怎么有沙子？哇，这个桶里面应该可以。哈哈哈，哎，把它们装起来。哇，哈哈，我们现在挖掘这个宝藏。哦，哎哎，果然有哎。哈哈，想不到这个里边也有宝藏嘞，竟然是两只脚。哎，这是谁呢？哇、哦，哎，这也是一个身子，他俩不，哇，这是谁？哎，艾克斯奥特曼呢？哇、哦，放起来，哇、哦，哇，我们继续把这个脚挖出来。哎，这个是谁呢？哈哈，哇，哎，这个腰带好帅气呀、啊！哎，这个哎，哇，这不是奥特之父吗？奥特之父怎么会在这里呢？哎，放到这里，哈哈哈。哎，继续挖掘一下。哦，哎，这个还有哎，哎，这个奥特曼很特殊啊，这个颜色没有见过哎。哇，先放起来。哇，好，继续挖掘一下。哎，还有哎。哇啊，这是谁？哎，这个收购部吗？好像不是哎。哇，哎，还有。哇。哎，这边呀还有啊，哇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哇，这是谁呢？先把这个挖出来。哎，哎，这个是谁呢？哎，放起来吧。哇，这么多了，哈哈。哎，继续挖一下。哇，还有哎，哇，这个手是他的吗？哇，果然是。哎，这不是迪迦吗？哇，帅气哦，哈哈哈。哎，哦，最后一个了吗？哎，还有哎，哇，还有这么多。哈哈，这不是特利迦吗？哇，特利迦哦，耶！哎，这是哎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边还一个石头哎，这是宝石吗？啊，不是。Oh no！ 哎，这个蛋呢？这个蛋挖出来，哇，这是哎，是个奥特蛋呢！哈哈哈，哇，不错哦。我们再进，哎，没有了。哇，我们把这些奥特曼倒出来，哎，哇，这个蛋怎么跑掉了？哈哈，哎，这个卡片没有拆，我们拆一下卡片。哎，开一张闪耀迪迦，哇哇，小伙伴们看一看会不会出好卡呢？库维拉阿尔卡，这个是泰坦斯奥特曼阿尔卡，这个是哎，桑德里亚斯阿尔卡，戴达奥特曼阿尔卡，格力乔奥特曼，格斯拉王，王林摩尔德，哎，哇，难道是好卡吗？哇，哎，共计是155000的，应该是好卡，哈哈，小伙伴们。竟然开出了一个杰诺奥特曼的 UR 卡片呢！哎，看这个是白金的吧，应该算是。他这个攻击是155000，这个非常高了，以前没有见过哎。哇，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！哎，还会闪光哎，3D 的，看，哇，真的太帅了吧！哈哈哈。